八只犬。哎呀，有，不就一样吗？什么会一样？老师，你真的画有人死了，比较直接吧。上下之犬不错吧？哎，我你是喜欢上犬不宁也不错，没有上犬不宁这个成语，没有这个成语吗？可是 老师画的，其实我觉得飞哥我的答案也很酷啊，少女白裙，因为他们一起爬进去。所以我觉得第一张最棒，比较好。我刚第一张以为是那个狗被好像斗败了的一个那个攻击或者是，然后他你看那个狗整个人都瘫掉了。他那个有如丧家之犬，老师都是意境很好了。可是如果我们来画，可能就一只狗，然后他的家垮了这样子，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写一个家里面，一个家里面门里面有一个棺材，有一只狗在。对，老师是走意境派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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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境了，他们的意思，他们没办法那么直接。对，我们比较想法，所以老师可能要把的东西都画出来，而且还要有美感。可是好想挑战、哦。又来一题了，又来一题了。好，好哎，再考一次，再考一次。你们害老师今天没办法当毕卡索。这一题，这一题啊、哦，请老师看一下。啊，好。好，老师是很干脆，各位就很惨了。老师会因为你们的资质而有所调整，哎，对啊，谢谢老师。有人死了还叫成语？第一次遇到了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好感动哦！哦，等下老师会把他的话签名，这张我要，刚刚那张谁要？刚刚那张我要。你猜对了，你要哈。对，我猜对了，我可以有权利要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个是墨宝，真假？将、来老师百年之后，不是。老师自己都问你。你慢慢画，你觉得画好了就可以。画好了吗？哦，好清楚啊。哎，老师干脆先签一个名，这张我要好了。老师，刚刚我那张也要签名。签啊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十年以后才能上网拍啊！现在还有几年几月几号拍飞哥？可能是二十年了，飞哥不要这样，有三十年。二八，二八，好坦然哦。二八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了，二十二，麻烦先减六，减六，出的时候减六。好好，有意思，看到没有？九月二十八减六，好。今天是22号，对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好棒哦，好漂亮哦。这个神奇，这个写的蛮，这画的好明显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不能说出来哦。哦，小花。哇。啊。这画好棒，难怪飞哥想要这一张啦。真的，老师今天这张太体贴了。真的吗？棒，对，很直接了，好体贴哦。观众看一下。啊。5秒钟请写答案。哇，在旁边女生全部都愣住了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请打开。终身大事，漂亮。